各位同学，今麦开始上课，大家请坐。各位同学，今麦开始上课，大家请坐。啊，咱各位同学，大家晚安，大家好。大家啊，我是潘良华。好、哦，那么真欢迎今仔大家做下来。台湾民政府来读这个法律学院，哈。那么我今仔要讲的这个主题叫做“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哎，啊那安尼听起来，反思一下，表示咱即马无正常，哦，即马拢破破的款咯。啊有影，咱六十几年来，许国民党党国教育，甲咱教教，大家拢破破。拢较无独立思考的能力，吼、哦！伊拢甲咱填鸭式的，伊不爱互你知影伤济，伊拢标准答案互你，尽量叫你袂想，拢伊讲的就对安尼，吼、哦！啊，咱这六十几年头壳内血下足侪中国本事，啊，所以咱来遮就伫咧甲这本事甲清整互出来，吼、哦！好，啊，咱。照着我这个 PowerPoint， 啊，咱来看啦吼。首先，咱来看讲咱法律的台湾近代主权的变化吼，伊的地位安怎变化吼？第一，就是1895年日本天皇因为甲午战争，吼，依照这个下关条约，就是中国人所讲的马关条约，为大清的皇帝出得台湾甲澎湖吼。那么一直来到1952年，旧金山和平条，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但是台湾甲澎湖的主权、领土主权，还佫伫日本天皇的手里。哦，所以简单讲，咱还佫是日属，只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向美国军主占领，所以咱叫做日属美战。但是美战后壁，佮美国佮委托蒋介石的部队来佮伊代管，哈。OK， 好。那么目前台湾还佫是主要占领全国，美国军事占领中，啊。但是即马依照台湾管理法，委托台湾地理总局，就是较早的中华民国。这个台湾管理法就是1979年伫美国的参众议院。因所定的，吼、哦，啊，迄阵1979年就是1月7日，美国跟中华人民共啊，跟中华民国断交，所以已经袂再阁用中华民国这个名，干那已经讲台湾治理当局，吼、哦，委托以来咧继续代管，吼、哦。好，那么台湾自从中国国民党来台湾，这个政权来管台湾了，问题足多。那么有足侪真相，咱拢用暗藏去。啊，咱即马一个来个探讨。第一，咱啊先了解讲我是谁，咱是虾米人，咱是对一国的人，咱是虾米种族的人。哦，因中国人都爱讲中华民族，哈、哦，还是讲华人。啊，咱是毋是华人？咱来看哈、哦。因为你若无了解咱到底是啥？你真有可能认错做老爸，吼、哦！第一就是咱来先讲台湾，先甲分两大族群，一个就是这个千分人啊，这个原住民，吼、哦，这较高山这边，吼、哦，这个高山原住民，哈、哦，因今麦目前有14族，好、哦，那么西海岸。这个浅绿色的，或者平埔族，吼，一个高山啊，一个住伫较平埔的，吼，平地叫做平埔族。咱平埔族嘛有10族哦，吼。啊，高山我就先卖讲，咱来讲平埔族对10族，真侪人拢无了解，吼。来，宜兰这个宜兰地区有一个叫做克马兰族，哦，因为一个克马兰客运，哇，好，迄就伫纪念宜兰的克马兰族。那么台北地区有一个。凯达格兰族，就是陈水扁做总统的时间，
总统府头前一条介寿路，甲改做凯达格兰大道，就是即马那咧抗议游行，拢会底下集合，哈、哦。过来就是桃竹苗地区家，哈、哦，这里有这道卡斯族 （Tokas）， 哈。过、哦、来就是中部这里、个、苗栗啦，哈、哦、啊中华、台中、南投这大家，这有三个种族家，哈、哦，有一个帕仔，哈、哦，啊一个帕普拉，啊一个马木萨，哦，这三族在这里生存，哈、哦，在生活。那么嘉义分林，则有一个洪雅族，哈、哦。那么台南地区，这族上大族，并不族上大族，叫做西拉雅族，哈、哦。那么西拉雅族，其实伊个有两个支族啦，哈、哦。一个叫做，这图也无出来哈，因为这族较少人咧讲，叫做马卡道族，这就是，伫这个社长顶做工市长的时候。我那为着要纪念高屏地区的马卡道族，伊有伫个纵贯线铁路边吼开一条路，吼、哦、这纵贯铁路的火车咧走，即逝甲号做马卡道路。吼、哦、啊，所以你若要记这条路，记这个马卡道族，我甲讲你绝对记会起。马英九卡在平交道。啊，火车哪来弄的包死的？哦，按制作你就给记起来哈。哦，讲起来，台生，啊，你家迄个你甲甲定一下好无？来，安尼有记啊哈。好 ，OK。啊，边部族有一个特征。你若把你的手弯起来，啊，这哪有一个折痕的吼？哦，迄、哦、就是边部族的特征。哦，若有迄个标准的边部族吼。啊，另外，就是你的脚尾尖头啊吼，上细肌迄个，然后鼻唇的，迄个那平埔族的吼、哦。那么，搁有一个。就是你的轮廓哦，较深哦啊，尤其肤色，像我这安尼吼，红了安尼吼，差不多十一分色，超会打这色的，吼、哦，这原来是平埔族的特征之一哈、哦。所以你要先了解讲，咱是啥物款人，吼、哦，你较袂去认贼做老爸哈、哦。OK， 好，安尼了解了哈、哦，好。啊，过来，咱了解咱家己的身世了后，较等下我会去讲到台湾人的血统，吼、哦。啊，咱即马来讨论讲，是安怎咱即马摕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哦，就是拄仔秘书长讲的，哦，1946年1月12日，伊用行政命令，把咱所有的台湾人，拢集体规划做中华民国的国民。啊，这是违反国际法，因为你若要变更国籍，爱你家己本人欢喜，或者自愿，爱有迄个意愿，啊个主观，然后按照法律，经过合法的程序，开点变更国籍。但是伊拢无甲咱问呢，人日本大日本帝国摕到台湾甲澎湖，因咧签这个下关条约。有限两年的时间，予你住伫迄阵住伫台湾平湖遮大清的居民，予你两年思考。这两年你好好考虑，两年满，哦，你若感觉予我日本人管，你管了无欢喜，你袂合，你会使两年来变卖你所有的家产、土地、房产，你退出台湾澎湖这个界外，你要去移民别个国家，还是要等于大清在你迄两年无予你思考期哦。但是你看，因来无法咱思考期呢，直接宣布全部集体规划。世界国际法无这个例啦，吼、哦。啊，所以美国跟英国因的外交部门，拢连续发三摆电文抗议，讲战后台湾的阿未拢阿未入大日本跟其他的
同盟国拢阿未签这个和平条约，哦，就这个旧金山合约，拢阿未签。台湾要何去何从，拢阿未决定。你哪会使甲带伫即块台湾甲平和顶原土地人，甲伊国籍变更？哦，好，啊，过来。1952年，伫美国的强烈强势主导之下，要求日本政府爱跟中华民国来签这个台北合约。哈，啊，台北合约第十条怎讲？你来看。就本约来讲，中华民国国民应该视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伫台湾甲澎湖所已经施行或将来可能施行的法律规章。而具有中国国籍及一切台湾甲澎湖的居民，因中国逃亡走来遮，吼，遐难民走来遮，遐一切住在台湾跟澎湖的居民，吼，拢总叫做中华民国国民。啊，这个因本来因中华民国走来遐，因本来就是中国籍的。啊，你看后壁以及前属台湾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后，这个前属就是咧讲日本时代，咱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因七代，建楼还佫住伫遮，包括伊的后代，吼，即个后裔，拢叫做，拢甲包括叫做视为代表啥？你本来唔是，我甲你暂时当作是，你会记马英九，做台北市长有甲迄个高沙原住民讲。我把你们当人看，对不对？其实伊的心内就是讲，啊，恁都唔是人，我暂时甲你当作人看，安尼，哦，就是这个意思嘛，吼、哦。啊，这嘿，啊，四维就是讲，暂时甲咱阿公阿妈，包括伊所生来咱这后代，拢当作中国人来甲你款待，叫咱爱摕中华民国这个身份证，就是安尼来，吼、哦。啊，那么台湾人是安怎无国籍？啊，这就头拄仔讲诶，因为咱大日本帝国战败，啊，根据这个，伫1972年，日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吼，中日建交，就是跟中华民国断交，所以原底这个头拄仔迄个台北合约有无？1952年4月28号。《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迄天，伫美国的要求之下，啊，你注意哦，迄阵的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拢无参加《旧金山合约》的签署，哦，因为迄阵真乱啦，啥物人要代表中国出来签？哦，第一就是讲，你毛泽东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府，你迄阵还未诞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1949年10月1号是建交四年以后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诞生，所以伊无参加第二，迄个国家等于无参加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啊，结果有参加迄个，伫1949年蒋介石的政府10月底，就迄个十月初，就迄个毛泽东甲取代，甲消灭伊啊，所以。有参加迄个事啊，所以无多签嘛，吼，无多代表。那么，1952年《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这个日本的政府的法院，吼，日本法院，把咱台湾甲澎湖的大日本帝国国籍，把咱取消掉，哇，咱就变无日本国籍无呀，啊个。1972年中日哦建交了，等于跟中华民国断交。那么因签的那个台北合约有无？头拄仔咧讲个台北合约，咱摕到中华民国这个暂时被视为中华民国的国民的这个哇，啊这个因为断交的关系，迄、那个合约条约煞失效去，啊所以也无中华民国国籍，也无大日本帝国国籍。所以莫怪咱秘书长2006年10月24日去告美国，用人权的角度去告美国。那么因为联邦的地方法院判咱台湾人无国籍，就是安尼来。好，那么咱台湾人的潜在国籍是啥物所在呢？
啊，要安怎回复？啊，这就有一个琉球返还模式。我来看，琉球在1945年4月7日，美国的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上将率领伊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去攻打琉球，用跳岛战术。菲律宾占领了，跳过台湾，因为迄阵台湾，规个台湾拢日本人嘛。啊，佮日本为东北，中国的东北调常用的关东军倒来守台湾。所以美国的情报单位知影这个消息，讲哦，啊，这唔通硬碰硬的，我来拍菲律宾，就拍甲稀烈烈安尼。菲律宾佮较早拢是我美国的殖民地呢，日本军占少数呢。那么台湾是全民都是日本兵呢，拢日本心的，日本精神，这拿来拍包死足侪人的，唔通跳过台湾去摕伊较细地屋企那话。啊，所以屋企那遐嘛拢日本人。哦，这日本精神吼，大家拢为天皇战到死，哦，所以日本精神真恐怖，和美国食到惊了对啊，都是因为，干那琉球完了，迄个美国人死万几个，一个岛遐细个死万几个，吼，所以美国惊着，啊那我若要摕日本去四块大岛，北海道、九州、本州四国，安尼我差不多要死100万的美军。啊，拄啊好，迄阵原子弹拄啊发明能力出来，拄啊做好，杀出来坑啊咯，唔通我美军死遐济人，所以唔敢迄能力，罗斯福总统批准炸落去弹，伊知影讲这落爱死遐济人，但是为着伊美国的利益，伊只好迄两粒原子弹杀出来弹，吼。OK， 啊，琉球迄个尼米兹上将占领了，我那伫当地成立美军的军政府。好啊，下骹有琉球民政府 ，OK， 当地琉球人暂时爱向美国暂时临时效忠，好，所以因琉球人若要离开琉球，要去日本本土遐读册，还是要做生意，要离开琉球，爱向美国军政府申请旅行证件，就是类似 passport 这个功能的，或者旅行证件，好，那么琉球。1969年，吼，战后都已经要20年啊。日本政府也趁迄阵日本人足拍拼拼经济，吼，因为迄阵伊免开国防的钱，迄阵大部分的日本的安全的国防防卫是美军在替伊在守，吼，啊，所以因请所有的日本的人力物力拢在发展经济，所以开始趁了有钱啊，啊，就去跟美国。参详讲，那么我日本爱付出偌济代价，你可要甲琉球献给我日本？美国甲开3亿2000万美金，好，啊，所以根据这条钱付了，因签一个琉球返还协定。伫1972年的5月15日，美国政府尼克森政府就甲琉球，包括钓鱼台，好，拢献给日本，好，啊，这是啊，当然。日本人迄、那个琉球人，得阁恢复日本国籍，因得免阁出国，可以向美国军政府签迄个美国发的类似 passport 的这个旅行证件，哈。OK， 安尼因得阁回归大日本，嘛，因日本政府这个国籍啊，哈，琉球人得恢复日本国籍。那么咱台湾同款，依据类似琉球返还协定，咱嘛得爱要求咱的美国，嘛，咱的母国日本政府。来向美国参详，爱赔偌济战争债，吼、哦，伊这等于战争债对不对？当时美军去拍琉球，日本的无人机嘛，真济用神风特工队的方式去甲美军的军舰炸沉，啊，是毋是做着美军死伤？啊，无人机嘛又拍落来，啊，这拢爱赔，吼、哦。啊，所以咱台湾嘛，就爱要求咱的母国和美国政府参详，爱赔偌济钱。你卡要予阮台湾依照这个返还模式，等于日本，安尼呐，咱若等于日本，咱自然咱就阁摕到日本的国籍，吼，安尼。好，啊，那么国籍有分属地主义甲属人主义，哈。欧美的国家拢差不多是属地主义，就是讲，你就啊，这个福建人，
伫即个国家的领土内底生产，好生囡仔落来，包括伫伊国家的无人机顶，也是船啊顶悬，好，你自然就摕到迄个国家的国籍，迄、那个囡仔自然摕到迄个国家的国籍，好，即个叫属地主义。属地主义的好处就是讲，你伫迄个国土生出来，你就是迄个国土的国籍，你断了。你自然的认同这个土地，会疼惜这个土地，你袂想讲要甲污染去甲破坏，吼，袂安尼三日乱开发，也是乱设污染的工厂，吼。是安那台湾本来是宝岛，啊，换中国人来了，干那叫咱台湾人变经济、变经济、变经济，啊，无咧注重环保。咱早期，吼，咱即六十几年来。咱拢许中国人教讲，咱做奴隶，只要替伊趁钱，纳税金互因开。啊，你看，伊敢若够趁钱呢？伊出卖我们台湾的环境权，就是污染无要紧，反正这块土地嘛，毋是我中国人诶。啊，甲埔个歹埔个草，引进一寡石化工业，哦，一寡像讲废五金、高污染、高耗能诶，好、哦，拢啥物？一氢、二氢、复合六氢，有无？嘿，啊，核台湾无资格通用核能发电啦，啥物原因？咱的腹地伤细啦。你若讲像美国，也是中国土地遐大，吼、哦，你要撤退，那万一发生核灾，你要撤退，还阁有腹地通撤退。咱南北400公里，东西还有800公里，要撤退一对啊。啊，阁上下面就是讲。因所谓的首都台北市边啊有三座核电厂，你惊死人！啊，撤退半径吼，那即马辅导吼，啥物哩？因规定是80公里以外较有安全嘞。啊，你若80公里为核一核核个算来，啊，撤退到底到新德以后，吼、哦，啊，所以。台湾无资格发展核能这个核电厂，因为第一，咱无迄款像欧美，连日本讲算介科技的，吼、哦、介注重安全的，伊嘛出代志。啊，迄个中国来甲咱搞这吼，咱这台湾人伊拢遭整呀，日本整人拢全部归趴啦。我话核一核。核战略会出代志，啊，核四吼，最近讲停工啊，有无？台电遐人，遐个原能会遐人，规个心情拢放松落来，因为因足烦恼，讲若真正运转落，因拢要移民啊，因毋敢住台湾，因绝对出代志，因知影，因为敢若因去检查缺失的千几项，嘛，缺失六百几项，啊，共变更设计千几项。核一、核二、核三，迄是原装厂统包你来做的呢。啊，核市场是台电计较，家己发包，家己请人设计，毋是统包呢。等于一个毋捌做过车的人，四界买引擎、买链啊、买车架，买来投的呢，拼装车呢，啊哪做哪改呢？即款的你敢好运转，敢好把燃料放下落，要惊死人去，吼、哦，这做危险的。刚才有点离题啊，他公告一下。好，那么主人主义，这就是华人的，那受到华人影响哈，都有中国人影响的。这孔孟思想、儒家思想影响，就是主人主义。现在人会排华，印尼也排华，马来西亚排华，金马人、越南，哈，阿哩排华，越南东西。越战的时候，越南甲北越咧修建，吼，越南是甲美国咧停的民主国家。北越是苏联甲中共咧个支援的。照讲啦，占领了以后，两个爱做马子的，结果连咪就发生，吼，梁山的这个成越战争。啊，中国嘛去，中国嘛亡命啊！伊唔知越南人足彪悍的。这一百年来，越南把三个大的国家拢给打败，第一法国，
第二美国，第三中国。好、哦，1972年的成越战争，嘛72、79我袂记啊哈。伊煞袂记讲越南是现在兵也是身经百战，所以中国军已经几啊十年无咧休战啦，派去拍咧到底哦，会使讲许越共甲巴结了对吧？派60万大军入去共拍，啊，佫叫做惨胜啦，都赢吼，赢靠那家己死一堆人啦，吼、哦，好，啊，就是中国人，只要你这老爸徛啥物名，伊刷去到外国，好比讲移民去美国的旧金山，啊，就是去纽约，因华人拢积极做一个，叫做 China Town 有无？中国城。啊！迄所谓 China Town， 伫因美国人眼光就是上落伍、上泰戈、上无水准的所在。好，会使讲这是贫民区的对啊。啊，因然后赚着钱，特别甲钱回等于因的祖国，要带因的故乡起大厝，要光宗耀祖，无要不用伊伫旧金山赚着钱，伊也袂回馈旧金山。这个社会，啊，所以准让人看清，你袂当融入，你大家带几啊代啊，结果你拢无融入这个社会，拢要自称为华人、中国人，啊，所以人会甲你排华就是安尼，好。来，今麦来讲到咱台湾人的血统，来，有一句话讲，有登山公，无登山马，对吧？啊，这。拄开始我听嘛，敢那对吼，因为较早咱拢用放毒伫头壳内底，结果我尾也想想唔对呢。因为自差不多400当前，郑成功甲荷兰人赶走了，郑成功遮个人吼，拢闽南的兵较济吼，因拢伫闽南地区招兵买马，包括伊个迄个军师陈永华。马西亚，好，伊嘛是闽南人，所以大清换这个，因为施琅叛变，郑成功又大清个这个王朝用消灭你，大清开始用海禁，就是讲大清那边的人未使过来台湾，吼，因为今日过来台湾，佮要反清复明，有无？看台湾这个原住民佮合作会。啊，包括伊大清要派来遮管的遮官员，嘛是拢干呐，会再待三年尔，三年绝对爱等伊换房，阁换一个新的来，不要你待遮继续跟遮势力、地方的势力交结做伙，吼、哦。所以因有一句话：三年官，两年满，有无？官、啊、是安怎两年满？因就是落地啊，地价满满满，拢贪污嘛。啊！就两年来，就赶紧把钱歪搞好啊！那地哦，甜甜要等，要坐船啊，等于因中国啊。因为迄阵要来台湾，你得爱有东北地方吼，关键迄阵开点为北方坐船啊落来。迄阵呢，就因无迄款三角帆的技术嘛，三角帆会当变更航向啊。早期也有这龙客船，迄个一个棚咧吼，得爱客风杀头啊来台湾，啊要等伊得爱等。换热天，透西南风，吼、哦，往北吼，才会当去等于中国了了哈。好，啊，你讲有，总共有登山公，迄登山公嘛足少的，安那海禁嘛变哪来？啊，当然伊那有流氓、刀氓走来哈，迄、哦、个走来台湾的大部分拢叫做啥？大清要甲追缴，吼、哦，要甲掠，迄、那个通缉犯的款。好、哦，啊，所以有登山公走来，迄嘛足少的。啊！你讲来到这，当然伊无载伊个某囝过来嘛，大部分拢是查甫来，所以爱来这就地取材，娶平埔族还是高山族个女孩子做某。所以有登山公，无登山妈，因阿妈拢是本地平埔族还是高山。但是我不要想想，啊，感觉干那登山公呢？啊，咱台湾人个阿公拢死了呀，对不？所以我不要发现阿姐安尼嘛唔对，因当初因大清遐通缉要犯走来遮，
大部分拢家无横产嘛，都来拢差不多无啥物钱嘛。啊，来遮就是都开始拢做乞食，啊，有山工去做山工，吼，啊，暗时啊无厝嘛，困伫底，困伫庙宇，啊，庙宇迄壁拢有迄个十八罗汉有无？伫迄壁迄壁卡，所以遐乞食拢叫做罗汉卡，罗汉卡就是安尼来。诶，伫个落困伫罗汉个下骹，啊，穿甲破破烂烂。啊，咱迄当时咱台湾平埔族是母系社会呢。啊，你想讲母系社会就是伊掌控即个家庭个即个经济甲发言权，就是家长就对，嘿，家长查某个哦，毋是讲像即马汉人来吼，都中国人来了，咱煞变做查甫个做家长。较早是女孩子做家长哦，啊，你有一句话讲招翁对无？咱较早就捌听讲招翁，啊，咱毋捌听过讲招某嘛吼。招翁就是女孩子做主动，较叫做招翁。啊，过来牵手，咱较早拢共误会，牵手毋是查甫去牵查某的手呢，是迄阵母系社会妈妈有主动权。看这个较查甫较缘投，体格好，这回来可能较会做工课。吼、哦，做工课，莫像我，是讲做个，吼、哦、做家，做犁田啦，还是种种物件，吼、哦。啊，若看这缘投吼，哎，好，来个招伊牵伊的手，牵伊回来做阮翁，吼、哦，做牵手，回来阮招伊回来做阮翁，有无？牵手甲招翁。这是女孩子做主动，唔是查甫的主动哈。啊，所以你甲想，啊，迄罗汉卡，啊，有一个有权势的女孩子，敢会去看乞食，招乞食当啊做翁，困难吧？比如讲，伊真正生了像刘德华，还是金城武这样导，啊，安尼可能较有可能哈。所以，当初讲非常之少了哈。过来，咱搁注意看这句。登山公来台湾，十个来，六个死，三个留落来，一个反悔，搁回头。但是这三个留落来，敢活会落去？咱来看1867年的牡丹社事件，吼、哦，牡丹社事件，就是迄阵琉球的渔民，吼、哦，因为船难，啊，伫东海岸，吼、哦，满洲。东平那边的东海岸，搁浅啊爬起来，倒浪起来。迄个咱南部的排湾族，哈，排湾族搁分北排湾、南排湾、中排湾，哈。迄个南排湾族，甲杀死50几个，剩12个，倒去到迄个玻璃，还有那个平埔族，哈，汉人加遣送，哈，就是甲送来这个凤山府城，哈。啊！甲遣送等于琉球。日本政府外交部门发文向大清抗议，大清甲回文讲，用白话文讲就讲，访辽以南非我大清所管辖啦，吼、哦，迄种遣返之地，吼、哦，化外之地，化外之地就是伊管袂到，伊无法度甲教化做的，表示讲，迄毋是伊所管辖，吼、哦，啊。日本政府就讲，安尼我要来甲讨伐，大清阁发文讲，好啊，哎，都唔是我管的，你要甲讨伐，法与不法，由贵国制裁之，哦，你家己裁定，你要去啊，出啊，你个出兵也出啊，大清真啊起兵，哦，西乡重道哈，迄阵因都啊明治维新，有去甲德国学一挂陆军的作战的这个技术，啊，都咧揣无所在用兵练兵试看卖。所以，阵真正起兵3000名，到位，这个车城的这个海边啊，下了迄个所在起兵起来。但是，当然因是正规军，咱的南排湾族迄阵敢来当打游击战，啊武器较歹，敢那单发的猎枪、甲标枪、啊甲弓箭尔。哦，当然到尾嘛战输，但是日本军嘛惨。敢若会使讲惨胜啦，是安怎？因战死的，真正战死的，无超过50个；但是破病死的，
五六百，什么原因？因来这水土不服，因遐是寒带国家，来到咱南台湾是热带所在，真侪蚊虫蛇，干那迄个蚊啊，定着着着登革热、天高热，啊，着拖开啊，出血热，嘿啊，哦，啊，着水土不服，食着物件漏塞，脱水死，吼，啊，所以死五六百，啊，所以你敢想，中国人伊嘛无这个抗体基因，这三个留落来，我甲做不来。然后剩活一个啦，吼啊！所以你看，唐山阿公头活一个，各拢是乞食，嘿啊！啊，所以咱的祖先绝对唔是中国来哈，咱本省的 ，OK， 好，过来。啊，以前本土的阿公会崇拜，哦，啊，那么即卖台湾人哈美、哈日、哈韩，啊，你甲注意，哦，地震开的时阵，因来拢用闽南语做官话。啊，咱的编包作，因为无文字，按台清下来吼，因迄边来有文字，所以你若要做翻译官，你爱学闽南语啊。虽然汉字读开是闽南音，哦，咱早期哦日本时代嘛要汉俄啊，哦，伊就是咧用闽南语咧读四书五经迄款的哈。那么，迄当时早期咱阿公为了要提升生活的这个，因为你若要讲中国来即个闽南话，你会当做统一官兼徛在中哦做翻译。这边讲西拉雅文呢，啊，你听有你个翻译做闽南语，予台青个官员听哦，啊，伊会树立官哦，甲你升官了了，啊，你予你较好个优待。那么即卖台湾人拄开始，是毋咱较济人知影美国好，拢想办法去读台，然后毕业去留学。早期拢哈咪吼，那差不多五十当年，四五十当年。但是，那差不多二十年前开始，日本的电器用品，堪咩啦，好无？好，足好用的，足够耐用。大家拢咧哈子，啊，拢学日语。啊，那么这五六年来，哇，韩国咧抢啊，韩国的手机啊，三星的手机啊，加现代汽车无，即嘛嘛抢个，啊嘛真济啊，连续剧无。現在都哈韓劇、哦、OK 這正常、哦、但是這清朝跟我們台灣人漫畫他用語文就是說他的閩南語做官方語言你如果要中國的語言他會讓你樹立官樹立生不只樹立生還樹立族譜、哦、所以雖然我生的盤、啊、我這個盤怎麼來你知道嗎就是台青的官员来视察，啊，伊阮的部落，啊，咧问水桶的这个地方的官员，啊，我这个部落拢姓啥？地方官甲讲无呢，因拢无姓呢。啊，阮的祖先都拢较爱住伫溪边、河边、水边，啊，所以因为要洗物件、要洗身躯较会方便嘛，吼。我即嘛台青这个官员有学问呢，因为我姓潘。伊讲安尼，甲树伊生盘三点水，住伫水边的番。啊，这有学问啊！因为你有水，下口有田对无？有田顶块顶布条啊，发米有啊。哦，啊，顶块一撇对无？漂撇的台湾人。好、哦、，OK， 好。那么日本时代。嘛，甲咱台湾人皇民化，好无？啊，叫咱日本人来甲咱管五十冬呐！你看，咱来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都拢会晓讲日语。哦，我爸爸因同学会来，同学来，拢嘛讲日语，啊，掺一挂台语安尼。哦，啊，阮就拢听无啦。啊，所以你看，五十年，台湾来当甲你改变语言，哦，日本时代人来甲咱皇民化，哦，叫咱穿和服啊，学日本的风俗。啊，咱五十年以后，日本人教一几万个呢？修咱台湾人迄阵修信仰、修时间、修法，好吧？阮爸爸妈妈因哩在讲，阮若讲出来就准算啊，唔免写契约呢。吼、哦，大家拢作修信仰个，唔比讲即马中国人来了，契约写一本、写一本，佫出代志，无效。哦，啊，就信仰无用嘛。
人日本时代，你看日本人咧讲，咱即咧讲日本时代，拢嘛讲火车满分，啊，因中国人来讲误点，啊，一分甲一点钟差六十倍呢，有无？守时嘛嘛无伊啊，啊，守法，啊，你即间看即马讲有咧守法，中华民国做定的法律是要互咱台湾人，伊甲咱当作奴隶，叫咱只奴隶爱遵守的。你来看，哦，中共平平讲有外钱啦，平平两个拢做总统啦。陈水扁准公，我怎话讲准公有啦？你看，偷食一汤匙的掠去关，啊，林桂花讲的今麦咧做总统，啊，所以伊是定法律叫咱遵守，法律碰到中国国民党的权贵，法律会转弯，啊，都。那个白副总统讲的，白海豚会转弯，好不好？哎，过来，战败国的人民拢爱离开台湾，所以嘛保存了咱台湾人有85%以上原住民的血统，哈，就是讲外来拢爱那战败来走，你啊注意看，哦，荷兰迄个地震讲甲拍败，荷兰人2000几个住伫安平迄个哦热遮拦城。又围城围几半年吼，啊，尾啊因2000几个爱走，对不？所以无留偌济荷兰的基因伫台湾。过来，大清帝国换甲政治王朝甲消灭，吼。那么政治王朝这人，拢规个迄个遣送遁，伊大清拢甲掠掠遁去，吼。啊，所以郑成功这人留落来基因嘛少，吼。过来，大清换迄个日本甲拍败，大日本帝国拍败，割让台湾澎湖，吼、哦，啊，迄阵给因两年的思考期，结果大部分，吼、哦，那转去当然发现讲无好，要阁转来就无法度啊。那么到尾啊，统计也阁有差不多9000通的外国人住伫台湾，其中8000几个拢是大清的，伫遮咧做生意的，吼、哦，毋是真正要住到遮。OK， 所以迄阵咱台湾有差不多300万的高沙族加平埔族，啊8000几个中国人、大清的人伫遮咧做生意，迄比例足少的，吼、哦，不到1%嘛。啊，所以你讲有中国人的基因会留伫台湾足少，吼、哦，大清的基因留伫台湾也足少。那么大日本帝国，佮迄第二次世界战败了。甲迄阵1945年，伫台湾迄阵差不多30多万诶日本诶军公教人员伫台湾咧管台湾诶，即个拢迄个遣送等于因日本诶迄个迄四大岛，所以日本诶基因嘛留无偌济，所以咱诶基因85%以上犹阁是平埔族啊加高沙族诶血统哈，所以。你莫袂记，咱有85%是咱本土台湾的血统。啊，你竟然会先讲，总讲中国即马有1949年大撤退来，甲要200万的中国人，吼、哦。我第日讲台湾主问题，就是为遐开始有问题，但有因为蒋介石到1949年为中国引进差不多甲要200万只猪来互咱饲。咱饲68年，啊，一般我细汉看阮爸爸妈妈咧饲猪吼，差不多200天7个月，就会这样掠来卖，也是掠来家己抬。啊，迄饲68天袂抬定呢。嗯，好。啊，这问题出伫遮，台湾有很多猪的问题，啊、哦，对不？好。啊，所以美国来了，即摆换中国人来。我即卖顶晚咧写讲85%，其中差不多无到15%是中国人即卖伫台湾啦，吼、哦。啊，你竟然咧认同讲迄15%的中国人，啊，家己85%无要承认讲咱是本土台湾人，迄就足奇怪，吼、哦。啊，认所以头拄我咧讲，你若搞不清楚我是谁，你会认出做老爸，吼、哦。数典忘祖掉，哎。好，那么日本时代。台湾人的户口填本，即摆哪会拢红做安尼乌乌？我咱来看卖，有无？拢一块一块。
其实日本人来台湾统治的时候，因就开始设这个户口制度。大清甲咱管212冬无这款制度，是日本人来，伊为着要好啊管理台湾，伊真正足认真做，调查台湾的人口偌济，啊拢是啥物种族，讲啥物话语，吼，伊拢甲调查清清楚楚，查查台湾有啥物植物，有啥物动物。哦，拢分类调查甲做好势。好，啊，这谁那会方做乌？就是国民党来了，伊不爱予咱知影咱的身世，所以拢甲咱的，因为因日本人来来调查了，有甲你分，住伫高山，哦，甲你写生番，好无？啊，那住伫平埔的，叫做熟番。番阁有分青甲色个，嘿，哦，好，啊，阁有另外，有些福甲广个，你若袂记你家己个语言，啊，会晓讲台语，毋是，迄毋是台语，爱讲会晓讲闽南语个，伊家己写福，因为福建个南部，福建简称闽，福建的南部叫做闽南，对无？就是漳州、泉州、厦门、金门遐有无？因为电线工迄阵，就是拢伫遐招兵买马，吼，包括伊要起兵是伫金门的啥物廖罗湾遐起兵，船啊驶来台湾，攻打荷兰的吼，安平，安平 ，OK， 啊，过来，你若会晓讲客话，啊，你忘记自己的主语，比如桃竹苗家本来是道卡斯族的，啊，你道卡斯族的语言你拢袂晓，你煞去学。因中国的这个客家话，安尼伊甲你写广，就是广东哈。啊，你莫继续讲哦，你是广东的中国人，啊，你讲闽南语是，甲你写一个福，你就是福建的中国人，大错特错啊！迄是你忘记本身的主语，拢去讲因中国的啊闽南语，还是客家语。闽南语绝对不是台语啊，真正的台语就是咱。高山族，也是平埔族、吉杂族，因原来咧讲遐个语言，迄正港个台语，吼、哦，啊，剩个拢外来语啦，吼、哦，你包括闽南语啊，外来语，客语啊，外来语，佮日本时代来个日语嘛是外来语，啊，佮尾啊，吼、哦，即摆有咧教英语、美语嘛是外来语，吼、哦，所以你不要搞错了，不要把闽南语当作台语。伊就是不要咱知影讲咱是生番还是熟番，伊若知影咱是生番熟番，你就知影讲啊，咱是本地，好 ，OK， 咱就毋是中国人了，对吧？好，好，啊，这个被要求撤销驻记熟，好，南市政府次内政部管太多，好，这个熟就是熟番，日本时代熟番，好，就是希腊雅族，你嘛在台南咧抗议哈。这《自由时报》报的哈，熟番意指平埔族，哈，好吧。啊，即嘛，台南市伊的市政府通过希拉雅族也是台湾原住民族的一族，但是内政部，中华民国内政部要不承认哈。OK。好，那么咱国家民族错误的认同，啊，咱来检讨看卖。咱拢错甲中华民国当作五国，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好，我做个甲人消遣讲，伊若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啊，你规个讲我是人，嘛是狗。好，伊会使安尼甲消遣转。头拄仔咱看咱的血统85%是台湾人，啊，你会认同讲迄15%呢？讲你原来是中国人，吼、哦，这就唔对了哈。那你陈文林2008年马英九拄啊就任，去你就任了，就邀请陈云林来台湾。啊，你最后看，迄当时马英九规定，叫因的警察为桃园机场一直来到总统府，这个国中华民国的车辆机吼，拢袂使拿出来，拢袂使出现，因为因的老大哥要来出巡。啊、所以沿路若有人拿中华民国车辆举出来，中华民国警察拢甲抢来。
有诶唱到后顿，搁啊等本族人。啊，咱陆军诶吼，读较歹呢。颠倒去啊，中华民国车辆机去啊咧颠，讲要捍卫中华民国。啊，因中国人都无啊，咱是还搁咧甲捍卫啥？你还无爱摕恁陆军诶机啊出来颠，吼、哦？啊，这就读较歹。与民进党诶高层嘛讲，即马好多。中华民国是台湾人的最大工业树，好，啊，这都搁甲台湾人洗脑洗者，搁洗到位中国迄边去啊，吼，好，啊，那么台北市因中国城内底，因中国人家己举五千旗，派警察咧甲顾，惊下日军咧去甲旗啊抢来，甲用剪刀剪破，就甲放火烧，哦，这对因老大哥大不敬，所以爱派警察顾一下五千旗顾好。啊！中华民国这项旗爱摕了后等，等不住啦！哦，啊，这就是因无爱，啊，咱台湾人要搁咧捍卫中，替伊咧捍卫中华民国。哦，过来，咱来看英国的伦敦奥运会做咧，同款。2010年伦敦奥运会时，本来只有吊中华民国国旗，啊，强啊，甲伦敦奥运会抗议，讲哪会当挂咧？伊干会当挂？Chinese Taipei 迄个五环旗，奥运的五环旗，哈，奥运模式。啊，所以伦敦奥运官甲这撤销，咱台湾人又搁去遐咧顶，搁咧捍卫中华民国，有无？啊，这就是因中国国民党60几年来教育成功，哈，互咱拢认同，这支就是咱的国旗，这根本唔是，哈。好，啊，另外。三太子在伦敦奥运会嘛咧发中华民国车辆旗，讲咧向前冲。啊，三太子是2009年单局吼、哦、做市长办四大运的时吼、哦，三太子人穿起来，啊，这是上有台湾口味的吼、哦、风味。结果伊嘛去遐咧发车辆旗，啊，就表示讲咱从西脑甲头壳拢戆的。把中华民国当我国一样，好 ，OK， 好。那么国家认同撤国的始作俑者是谁？来，咱来探讨，就是第一个，中华民国的民进党，伊的台湾前途国际文，这是1999年哈、哦、发布的，用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哇，足惨的，也是土匪。李登辉讲：“中华民国在台湾，这还可以看出中中华民国本来是伫别个，但是因战败，向小贝里残余部众流亡在台湾，哦，所以叫做中华民国在台。这个还看得到以流亡的痕迹。但你来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哇，连买都无买，直接用送的。”无你嘛讲卖一个较好个介绍，咱有通加减分寡钱，无呢，直接送人。无采讲阿扁啊，法律原来讲代代读第一名，哦，啊煞自己被法律所误，吼、哦，煞拿唔着机。过来，蔡英文，中华民国民进党前主席，伊讲，这是2011年个。10月11日，伫高雄市的乐安公园演讲时讲的，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中华民国已经唔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啊，这原来用送的，拢无买，吼、哦，可怜，啊，这拢民进党的偷人呢，有食来无？因偷人就是读个无清楚啊，佮何况一般的人。诶，即种国民党食国民党的年岁输掉的哈，诶对，啊，读个无清楚，佮前段教咱继续无清楚哈。好，那么咱来改正咱错误的言辞，的一寡咧，咱来探讨看嘛。好来，咱拢讲讲外省人，外省人，即句敢对？唔对，爱爱改啥？外国人，无啦。外国人丢一半，吼、哦！我敢若我常咧讲，台湾敢若两种人呢。好、哦，你可能讲啊，
有一半查甫的，一半查某的，唔是啦。头拄我咧讲的本土台湾人，吼，就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迄天，还佫带伫台湾顶原即块土地，咱阿公阿妈因迄代，包括伊所生传落来，即个，因迄阵美军也还袂入来，中国军也还袂入来，所以足单纯。迄位的时间点，生落来拢叫做本土台湾人，剩呢拢叫做外国人，无毋对。但是若外省人针对爱讲中国人，爱甲讲因就做中国人，吼。因为你若讲伊外省，啊咱本省，我咱做中华民国的35省其中的一省，嘿。好啊，所以咱无去讲外省人，吼。你若讲外省，咱煞变往那本省，煞变中国一省，好 ，OK。第二个嘛，袂使讲全省，爱讲啥？好，全台湾对了，嘿，袂使讲全国哦，因为台湾毋是国家，好，爱讲全台湾。好，咱如定听广播定咧讲，全省药房拢有得卖，有无？这毋对啦，好，莫去讲全省啊，全台湾药房拢有得卖。啊，嘛卖讲啊，全省拢有咧服务，好冇？爱讲全台湾拢有咧服务，吼。所以爱讲全台湾，过来，大陆，讲即句话嘛唔对，爱安怎讲？因为你若，比如一个美国人，啊，我甲讲讲，我顶礼拜，拄啊去大陆佚佗转啊，迄美国人读到真了咧，要求啊你是去对一个大陆，因为全世界。有北美洲大陆、南美洲大陆、欧洲大陆、非洲大陆、澳洲大陆，搁一个亚洲大陆。哇！啊，你是去对一个大陆？美国人会呢？吼、哦，爱讲啥？对，我那爱讲中国较对，吼、哦。好，所以无大陆讲到安尼吼，足顺口的，这拢爱改哦，吼、哦，改好关系。阮以前，阮三年前开始咧讲这个，哪个讲大陆的吼，爱、哦、罚100元呢。过来，升德，升德唔对，爱改啥？台青有够笨拙啦！台青管台湾212年啦，无在条开一条路，为家人甲我开到屏东恒春啦，看笨拙无啦？是日本政府来台湾1985年来台湾了，差不多11年，就甲台湾为家人开到恒春，开一条线，叫做。台一线，诶，台湾第一条纵贯线，吼，后人讲纵贯线，后人讲台一线，这是第一条，所以叫做爱叫做台一线，吼、哦。如果你要讲升到什么条件，我会甲你认同。就是讲你驶这条台一线，吼，你拢无加汽油，你拢加水，足省的，安尼你讲升到。那呢，我不会讲啊，吼。啊！你若加气话，你就莫甲我讲省道，你还讲台一线，哦，好。过来，偷渡客，偷渡是一个犯罪行为，对不对？啊，那叫做偷渡客。啊，那偷渡客会讲会成吼，因为要去人的国家，你爱去共申请签证，摕当地发的签证，迄个国家发的签证，包括你的 passport， 才会当你来。这个国家嘛，啊你无，拢无证件，就为海外刚逃走入来，迄是犯罪的行为，哦，啊所以，教官爱个改做啥？偷渡犯嘛，他是犯罪行为，啊无你若偷渡客，会当叫偷渡客，安尼你若有一天当个领导，发现讲，哎，有小偷入侵领导。你甲伊偷摕物件，啊！你拄到爱甲拍招，哦，小偷客，小偷客，你来哦、喔，变安尼，啊，冰箱有凉的，你有开开食无？哎，人客呢？吼、哦，偷渡客就爱招人客食凉的，吼、哦，所以袂使去讲偷渡客，爱讲偷渡犯，哈、哦，啊是安那因会甲合作偷渡客，就是起码你家咧管台湾这人。嘛是为中国遐走来，来遮做客，吼、哦，就像客家人安尼。啊，那么
二十几年前，为咱台湾经济好，台湾钱用卡白，啊，中国迄边足侪查甫查某拢为平潭岛坐渔船啊，为新竹个南寮渔港偷渡起来，啊，就是去屏东东港那边枋寮遐偷渡起来，啊，那掠到迄个啊，做官个拢中国人啊，啊，即咱个故乡来，即人客叫做偷渡客，是安尼来，嘿，好，够啦，啊，比如讲。啊！即嘛民国几年？哎呀，莫阁讲民国几年啊！莫讲啊！我你几年出的？哦，我民国五十年出的，莫改西元。即嘛全世界，差不多98%拢总用西元，吼、哦，包括中国，因即嘛嘛用西元。干阿即马即上老古个中华民国，啊，你个中华民国103年，吼、哦，唔好阁用中华民国，吼、哦。你要甲你个出生年月日，你迄个年份，比如拄仔讲五十年，你民国五十年生，你甲加11，吼、哦，就是1961年出生，哦，你甲加11就是啊，吼、哦。好，阁一个，讲台湾总统陈水扁。这句敢对？这句唔对，啊！要安怎改？要改啥？啊？因为台湾了唔是国家，所以台湾目前无得选总统出来。即马所选的迄个叫做中华民国流亡的总统，哦，无论李登辉也好，陈水扁也好，拢是去做因中华民国流亡的总统，哦，因为伊唔是台湾国所产生。伊只是台湾人的身份呀，好，所以袂使讲伊台湾人的身份。哦，即个咱台湾国的总统唔对啊。OK， 好，好，那么为中国来，拢唔是啥物好物件，哈，好东西。诶，东西即句话是差不多拢咧较歹的哈，贬低的。你算什么东西？哈，就是拢咧贬低。无人咧讲你算什么南北吼，无人咧讲吼。好，啊，这个现在讲东西就是歹，啊，比如讲咱台湾有出山药有出香蕉，啊，你甲咱台湾物件往西卖，卖予福建、福州、厦门，哇，咱福州、厦门嘛有出山药嘛有出营养呢，有出香蕉呢，你摕遐卖无钱。啊！人伊土地俗，人工俗，伊若一斤卖2元，伊讲就有钱赚啊。咱去遐一斤卖20元，咱还阁了钱。所以，无人咧讲东西好啦，吼。但是你若甲台湾的香蕉、甲山药甲卖去日本，往北卖，哦，差不多加3倍计数。啊！日本的苹果、苹果，啊，就来啊，甲卖来台湾。早期咱雷山啊，无咧种。苹果来也是，哦，因为苹果来台湾嘛是差不多日本原地3倍计数，就是因为咱这无生产，所以你看迪化街，还是高雄的三丰中街，因所咧卖拢叫做南北货，因无咧卖东西货，对吧？对不对？啊、哦，好，来，啊，咱来讲，对中国来寒流。哦，我住屏东，我着像我今仔日，我屏东也差不多31度，热甲拢穿顶个。来到遮，你若无西装紧脱嘞，着感冒啊。所以，大概寒流来，我着赶来到遮，我着赶到时阵，所以我认为迄足歹，迄歹物件。过来，十几年前开始有沙尘暴有无？早期无，啊，这沙尘暴会发生，着、就是迄个算原来算天才毛泽东。伊咧发明啥物土法炼钢有无？甲因中国遐一挂树啊拢扯来行要炼钢啊，一挂树啊扯了了，所以造成因遐沙漠化真严重，所以到尾也有沙尘暴。毛泽东佫发明一件足咸的，因为因遐布条啊吼，啊拢有迄个麻雀鱼架。毛泽东起码卖下令讲。叫所有的砖头，每一坨轮三班，东顶西尾查出来，共拢一坨拢共吼，
轮三班讲，连续讲三天，赶遐主教啊，互遐主教三天无食无困，大家拢两脚拢手啊歇袂调，电线歇袂调，拢载落来，拢掠了一行鸟吧。安尼，啊，结果，伊本来叫是讲这麻雀是害虫呢，结果唔知影麻雀杂食性呢，伊无切个虫食，伊去食其他的虫，所以遐麻雀又掠了吼，哇，隔年。糖甲丢啊，加了了，哇！蝗虫过境，真正饥荒，啊！这真正天灾，所以毛泽东会用讲世界四大魔王之一，海西作者因中国人，吼、哦！啊，因所谓讲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骗人诶！毛泽东看蒋介石有两个建家吼，因中国人死到要3000万人，吼、哦，三千几万呐、啊！毛泽东就死，因那边就死2000几万，吼、哦！啊，蒋介石这边，吼、哦，吓、啊，文化大革命都算上个，我死足侪人啦，吼、哦。OK， 好来，即马上新的叫做雾霾，即几年还有，就是中国出卖它的环境权，像咱早期所谓污染的，咱先进国家拢不爱做的，吼、哦，比如讲塑胶品，即塑胶射出、塑胶连接石化产品，哦，你讲像澳洲。澳洲的土地是台湾的200几倍，因的人口跟咱差不多，啊，差不多2400万人。结果土地遐大，人口遐少，他们有迄个技术来做石化产品的迄个终端产品，吼、哦，作家写出这零件物件，但是伊有这个专利，伊家己不爱在因澳洲做，伊就定在乎你台湾，你的。石化下游也都会做，污染到你恁台湾，你做着高伊，伊等于到因澳洲大公司会飘起来，卖了附加价值就出来，咱赚一出啦工钱，啊污染咱家己的土地环境，咧赚一款加工费尔，吼、哦。啊，你看人澳洲直接剥削伊的环境，啊，就是中国人即卖咧换头咧换台湾的政治。所以，伊把台湾当作客居之地。伊若有钱，伊就想办法买摕到美国籍，还是加拿大籍，拢想要离开台湾。哦，所以你看，因中国遐高官，伫台湾遮中国人遮高官，大家拢有，那毋是美国就是澳洲，还是加拿大，那毋是护照就是美国的绿卡。哈、哦，因看咱真正袂甘心，无。想要大家好啊，跟咱做伙拍拼吼，咱跟伊绝对无共国的吼。后来郑成功吼，讲到这个，伊成功咱就失败了，对不对？你甲想，1624年荷兰人来占台湾安平，吼，啊，引进伊迄阵是世界迄个海权国家足强的，世界拢有伊的殖民地，啊，伊各地去收集。一寡好个物件引进入来台湾，哦，包括你遮像番石榴、番茄，是吧？啊，搁啥？番仔姜、番麦、番薯，啊，搁番仔花，那啊，阿门头着，嘿，阿门头就是讲，因为荷兰人咧头毛红红，阿门人咧用个土叫做阿门土。就是迄个咧，咱咧控股哩，迄个阿门头吼。啊，所以啊，你若想会用番，就是外来的物件，叫做番啦，吼。从国外引进的，拢叫做番，吼。包括因台青的人都，看你无讲过，伊拢甲你讲番，吼。好，啊，即卖台青讲，就是甲荷兰人赶走。但是你敢知影，偏偏1920年。荷兰人占台湾的这个安平，同迄年伊嘛去占美国纽约的曼哈顿，伊甲遐甲号一个新的名叫做新阿姆斯特丹，好无？但你甲想，是纽约变作全世界上大、会使上富裕、上先进的都市，啊，咱的安平呢没落，即卖台南市。连较早一户二落3万家，较早第一名一户哦，台南户，
即马落到位倒去啊？六都的第四都的啊，有无？输台北、输高雄、输台，一败第四啊！连台湾的第一名都保不住啊！吼、哦，啊，所以我讲，以前讲咱失败，那咱迄阵继续，伊无甲荷兰人赶走荷兰的一挂先进的思想、甲学术，啊，继续，包括伊嘛替咱希腊雅族留下这个用罗马拼音的希腊雅的这个。圣经、罗马福音，啊不，迄个马太福音，有无？啊，包括嘛用罗马拼音，荷兰人若要跟这个原住民的希腊雅族要签契约，因这边用荷兰文写，这边用罗马拼音写马卡道，嘛迄个希腊雅族的语文读咧，就是希腊雅的语文，安尼叫做翻译，有无？翻阿克，就是。因当然，因嘛叫咱翻啦，啊，咱嘛叫伊翻啦，拢平平拢翻，吼、哦。啊，所以较早，大清讲咱翻吼，啊，尾下有一挂外国人来遮做生意，啊，大清的人嘛讲，遐外国人翻吼，英、哦，比如英国啊、法国来，啊，伊也翻我翻，安尼，啊，咱兄弟也翻咯，平平拢翻。来，大清伫的吼，即头拄啊讲过。大清吼，头拄仔讲，伊治理台湾212年无再条起一条纵贯线吼，台一线。啊，你看，大清治台湾，就是差不多台湾上落后的时阵啦，吼。过来，中华民国在台湾，吼，我总爱甲即个中华民国在台湾，你甲改做海台湾啦，中华民国海台湾，吼，因为。这两个时代就是拢台湾，跟原地先进的国家比，咱拢输人输足侪，就是会使讲足下蛮治理台湾的，对啊。中国人若来管台湾，就是差不多台湾落后嘿。啊，伊家己含慢，对啊。日本时代，日本人明治维新了，就拢派足侪少年的去欧美去学一挂上新的技术，吼、哦，甲学术。回来因日本本土了，因的生迁的管道许遐老的拢占掉的，啊，所以日本政府要加鼓励因，恁这少年呢，会当来台湾平和来发展，哦，所以遐少年人来台湾，真正满腔的热血，加这个理想，准甲台湾有无？你看伊一挂建筑物，你甲看即卖总统府，就是较早总督府，啊，包括台北宾馆、监察院。哦，到日本时代遐根本也无许拆掉的，是毋是拢足水的？你甲对比哦，日本时代迄阵空照翕落来，那摕去图片哦，你看，卖甲你讲这啥物所在，你会认为迄是欧洲，因拢欧洲式的建筑，拢曲线条的，圆堂啊，圆柱形，啊尖柱顶，对照即卖中华民国来台湾。68年，伊家一挂日本的建筑，日本时代拢卡掉。伊安怎？伊足见笑的嘛。伊惊讲，啊，这水的留在遮，比较我即卖用现代技术做起的，拢足歹看。因为日本的拢曲线，中国的拢直线，拢直的，拢纵横纵安尼，好不好？拢直直角角的，迄种的啊，拢无曲线条。啊，过来。除了安尼了，你甲看，因中国起的拢是方形的，吼、哦，啊来对比，日本的建筑物很多都是圆形的，圆啊、圆的窗啊、圆的条啊，有无？啊，也在讲是欧洲风格对照，即卖叫做中国风格，欧风对中风，真正有够两公的，吼、哦，欧风对中风。中风了，安尼来甲读中音，或者中风啊、哦，真正两公哈。所以中华民国海台湾，咱本来日本时代起的遐个建筑物遐水，伊比了到来歹看啊。我后壁照讲爱起比较水，无法度，没有办法超越日本啊，规个咧卡卡掉，服务了，互恁台湾人看无着准，当作我即卖上新的上好的。来，哦，蒋介石，做个老一辈讲。啊，
美国他也无爱，我甘愿伸着广岛长崎迄两粒原子弹，嘛无爱伸着这粒臭石头。哦，人迄个两粒原子弹肯了二三十年后，广岛长崎恢复原状了哈，重新迄个规个街道、市区拢等整治了嘛，真整洁、真水。啊，这粒臭石头来台湾，遗害百年未煞呢。到即卖，还阁有人咧唱蒋公，拢咧尊称伊蒋公呢。嘿，啊，所以伊嘿，阁伫即个总统府头前，甲迄上好的土地，甲你起一个中正庙，有无？啊，遐写一个大中治政。我若当民政府执政哦，迄爱甲改大中治政爱改呾。大偏特歪，哎，你真正，因中国人讲一套做一套，上高安尼，讲到安尼满口仁义道德，啊背后安尼，叫做鸡鸣狗盗呀。好 ，OK， 好，咱去继续来分析。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讲，台湾甲中华民国拢唔是国家，啊是安那？好，咱来探讨看嘛。伊讲。伫2004年十月二五，前个即个鲍威尔，即个较早伫波湾战争吼，捌做迄个伊个联军的总司令吼。伊讲中华民国毋是国家，台湾嘛毋是国家，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吼。台湾根本就是美国境外的国内吼，即我个号即个名，境外的国内。国内就讲，以美国定一个台湾关系法是国内法，用这个台湾关系法这个国内法来管境外的台湾，啊，其实这是因为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伊才会当定这个台湾关系法，哈 ，OK， 好，那么是不是国家有一个认定的标准？啊，咱来看卖哈，第一要有领土，第二要有人民，哈，第三要有政府。第四要有外交权，好，啊，咱即马来看台湾国有这物件无？好来，台湾甲朋友即块领土，谁个？日本天皇个，好。啊，即马咱即马，即住伫台湾顶岸即人，拢摕中华民国身份证，吼，暂时拢摕中华民国身份证，啊，所以嘛毋是你台湾国个人。哇，阮有政府，歹势，即马即个政府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毋是咱台湾人的政府哈。啊，有啊，阮有23个国家的小朋友，国家的外交官。啊，差不多4个月前哈，佮碰见一个叫甘比亚哈。啊，你甲注意看，你甲提伊的外交公报嘛，迄个建交公报来看，是拢中华民国的外交部去签迄个国家签的，毋是你台湾国派代表出去签人签的。所以台湾国这四项拢无，所以台湾唔是国家嘛，吼、哦、，OK。后来佫有人讲，啊，咱拢拜关公啦，拜妈祖，所以咱拢是中国人。好，这个逻辑哪会通哦？安尼你呐，信耶稣，拢以色列人还是美国人？吼、哦，安尼呐，信迄个释迦牟尼佛的，安尼拢变印度人。吼、哦，安尼 OK。所以这个不通了哈，啊，咱拢用汉字，所以拢是中国人。哎、欸，韩国人较早嘛是用汉字啊，因较早首都阁叫做汉城，包括即卖日本嘛，阿个咧用汉字，按、啊、日本人那中国人，吼、哦，也不通啊。吼、啊，你讲啊，那用英语的拢英国人，安尼菲律宾，伊拢用英语，啊，咪伊拢英国人，好、哦，所以这不通啊。过、哦、来。现在咱来成立台湾民政府，吼、哦，啊，就头拄我讲的，琉球迄个美国军事占领了，吼、哦，伫美国的支持之下，吼、哦，来成立这个琉球民政府。当然，这个琉球民政府伊嘛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拢有，但是这绝对是爱较亲的，吼、哦，爱有听，跟美国较配合的，吼、哦。同款，咱台湾民政府。咱要依照美国国防部下卡的美国军政府，伊所甲咱下指导旗，咱照伊，吼、哦，一步一卡印，
吼，咱伊讲叫咱爱训练四千个，吼，这个储备干部，吼，就是将来要接政权的，因为当初迄个中华民国来登记来接台湾迄阵，是派一千名的公告人员来，迄阵台湾有600万的人口，那么咱即摆已经到要2400万啊，拄啊差不多四倍，所以用4000人，和咱这个数字哈，成立民政府就是以后要接政权哈。要甲中华民国赶出去台湾，吼，啊，互咱台湾人家己来管家己，吼，互咱家己自治，哈 ，OK。啊，因为时间的关系，这我可能这部分暂时甲跳过，哈，来，控美案爱稍微解说一下。这个2006年的10月24日，咱的秘书长林志坚，吼，带228本土台湾人去控告美国，哈，那么。一直到2008年3月18日，美国华府啊，华盛顿联邦地方法院判定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哈，啊，公然要会当上诉。这个 people of Taiwan 就是本土台湾人，哈。啊，那么在台湾关系法内底，伊是讲 people on Taiwan， 就是讲住伫台湾这块土地顶管的人，拢叫做 people on Taiwan， 但是。台湾关系法是保护着台湾人，包括嘛保护着中国人。但是旧金山和平条约伊所讲的是本土台湾人，哦，所以咱必须点来讲，我们要回到历史的原点，等于到旧金山合约，哦，咱来要求台湾关系法将来爱甲悬置，哦，袂使阁用台湾关系法，爱直接用旧金山和平条约，因为台湾关系法只是美国国内法呢。旧金山合约是51个国家同盟国所签订的一个国际和平条约，哈，好，啊，本土台湾人的定义就是倒我讲的8月15日迄时间点，原来日本国籍的台湾人甲伊的后代，哈，好 ，OK。那么到2009年的4月1日，美国的联邦的高等法院判讲，本土台湾人无国际普遍承认的政府。台湾人民生活在政治的联合当中，哦，这三点就是最重要的判例，就是讲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无国际普遍承认的政府，即马这个政府嘛不是咱的政府，哈，哦，台湾人生在政治联姻当中，即句可能有人听无，我即马生活足好个呢，有车有厝，哈，哦，啊，物资丰富。但是你若以欧美的水准来看咱台湾的民主自由的程度，甲心里没有恐惧的程度，有无？咱要作龙哦，伫欧美的国家咧看咱的人权，咱要作龙哦。因为咱早期迄种戒严，迄种人白色恐怖，甲即马咱的心肝内，还阁有一个，虽然警备总部撤销伊啊，吼，戒严法解除啊，但是你自然你内底还阁带一个小警种。你若要讲这句话，你会想讲，啊，我讲一句，这唔知会得罪到国民党，唔知要抓去关无？还阁会安尼哦？同款，那咱即马拿来看20-30年前的中国，还是即马北韩，因遐北韩的人吼，金正恩呐，上伊几只鱼啊，都安尼感恩个，目屎流目屎滴。安尼，因嘛咧过日子，因嘛讲，在英明的金正恩领导同志的带领下，我们北韩要哦国富民强哦，嘛过个中华也，但是咱咧个看，因真正是生活在政治联姻当中而不自知，好，哦，因连网络都袂当用，北韩袂当用，啊，中国网络以一挂关键字甲你封锁，好，哦，你若拍64。你查无 ？OK。那么，咱伫2009年7月7日，咱阁过去到联邦最高法院，伊甲咱受理本这个案件。啊，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头一届向美日太平洋战争的征服者美国，伊个联邦最高法院依照国际法、国际战争法
旧金山和平条以及美国的宪法，咱来提出告诉，吼，要破纪录的，吼。啊，但是美国伊的被告哈，美国政府代表国务院来宣布放弃抗辩权，吼，伫2009年贝尔杰拉放弃抗辩权，这代表什么意思？吼，就是讲，伊知影讲，若伫这个罪恶法里吼，罪恶法里若真正若提起心理吼。判了到，因为后壁无通提啊，地方法院会当提予高等法院，高等法院即马提来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无啊，后壁无啊，一定爱判决，若审理落爱判决。但是美国政府还袂准备好啊，啊，咱台湾民政府嘛还袂准备好啊，吼、哦，所以伊赶紧用放弃抗辩权，啊，即代表讲，若美国法律来解释讲，被告美国政府放弃抗辩权，表示原告就是咱本土台湾人林志升228只。在对原告美国政府所有的告诉、甲叙述、甲法律的见解，拢总正确，国务院全部确认，伊无话通去讲了，吼、哦，所以放弃抗辩权，吼、哦，啊，所以隔无几天话，联邦也宣布搁置本案待审，吼、哦，伊讲要求讲法院要求今后美国政府要依法正确行事，这个依法就是要旧金山和平条，依据美国宪法，依据国际法、国际战争法，要依照这些国际法，包括旧金山和平来行事，来配，来指导台湾人，来成立台湾民政府，啊，开始训练台湾人，好 ，OK， 好，啊，这，哦，这个我来讲就好。在2010年，吼，都美国政府国务院放弃抗辩权了。来，在2010年7月7日，协商，我咱台湾民政府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的特区来挂牌运作。啊，你注意看，那用这7月4日啊，咱来看菲律宾。菲律宾在1946年，在美国的主导之下、协助之下。和菲律宾在7月7日独立建国成功，哦，所以菲律宾的国庆日7月7日，啊，伊叫咱嘛是7月7日也挂牌，哇，啊，这意涵嘛真趣味啊，哈，哦，而且过不两个月，哈，哦，佮经过双方协商，在美国首都华盛特区的四季饭店举行挂牌庆祝酒会，哈，哦，啊，美国人国安部、司法部拢有派人来。因差不多几百个，啊，咱台湾民政府嘛，差不多80个，双方共襄盛举。啊，你注意看，九月七八，上面几句，好，哦，这里四季饭店内底，九月七八，旧金山和平条约，伫1951年的九月七八签署，哦，这嘛真有意涵哈，哦。这个四季大饭店是一个足有历史性的建筑饭店，无介大，但是。历史上，所有的美国总统，伊若有特殊的这个新闻发布，有啥物新的政策，拢伫这个饭店来发布新闻发布会哈。好 ，OK， 啊，这暂时甲跳过哈。哇，剩5分钟。好，好，那么伫2011年的2月7日，台湾民政府组建第一届参政议院，哈，啊，通过《台湾公民权益法案》。呈请咱的主席来公布实施，啊，这就是咱咧发这个台湾政府身份证的这个法源啦，哈。啊，依据这个公民权利法案，咱靠资格，起码通过了，咱靠资格依照这个法源来发台湾政府的身份证。OK， 好，啊，这咱2012年哈。去日本的靖国神社去祭拜咱的替日本天皇建祠这的台湾英灵哈，啊，咱伫伊迄个鸟居下骹做翕一个纪念照，哦，啊，隔天，哦，咱伫12月23日是天皇的生日，咱伫日本的皇居向日本天皇祝寿伊的圣诞，皇居历史上头一届同时出现日本的国旗甲台湾民政府旗。过去几啊百年来，
日本天皇的生日，拢干那日本旗这个红丸旗会当出现呀，无其他的第二个旗。但是为2011年、12年、13年，拢拢同时23迄天，12月23，咱的民政府旗拢出现。好 ，OK， 好，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将来要安怎？好，第一就是讲，因即卖陆海空三军的司令部准备裁撤，干那村。指挥部改做村指挥部，即卖215,000的兵力，将来要裁撤到村差不多120,000人，吼，啊，即都差不多村像日本的自卫队安尼，吼。OK， 那么美国军事政府来入来台湾，吼，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因的人员爱撤退去金门、马祖、甲福建的平潭岛，啊，即已经。在2011年10月30日，哇！海峡号平潭至台中港首航，为台中到平潭岛，干那3点钟就到。好，这是呢首航的这个纪念照。OK， 过来，海峡号在2013年10月7日平潭至台北港，这台北港就是八里啊，哈，嘛是首航，遐佫较近，为台北金山万里那边吼，去佫较近哈。OK。那么你甲想，伊这个载客量吼，会当载760个的人，那么有240台小客车，去年安装工会当运到180,000人的人次。啊，因家己的联合报的系统家己报，因的联合电子报报讲，台北港虽然较慢开通，但是以后运量会比台中港较大，什么原因？因为台北管区拢是中国城嘛，中国人撤退来台湾拢集中伫北部遮嘛，所以为台北港出的人一定较济哈。那么是安怎？美国讲台独代表战争，啊，咱来探讨看嘛。这个是美国的前的副国务卿佐利克，啊，伊伫这个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国际关系委员会听证会，哦，美中关系听证面壳表示，和我清楚来讲，台湾独立就是战争。啊，这做一个美国副国务卿啊，一级的主要的官员，这样率直，甲台独甲战争紧密挂钩，这是过去真罕见。哈，哦，伊个讲，这是因为，来和我甲话个讲较白，独立代表战争。这代表我美国要出动陆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来打台湾。过去咱听到台独代表战争是讲哦，阿强要甲咱打，结果不是，是美国要甲咱打。什么原因？哎，你等于是我的这个抵押品啊！日本战败无钱来赔美国，暂时甲台湾甲平和，我等于抵押的这个。主权暂时抵押伫美国手里，啊，你得爱提钱来赔战争债赔了，我唔爱当帮你做，哦，啊，所以台湾人讲，空看都要公道，都要讲这边我台湾国个，你袂记讲台湾这块土地有两个关键的人，两个主人，第一就是拥有所有权，吼，哦，主权的这个日本天皇，啊，甲这个主权抵押。和美国的这个债权人，啊，你这两个拢无管人这个因的损失，啊，你就要讲独立出去，当然给你拍了，哈，哦，好，啊，因今天时间关系，我讲到这，明仔继续，多谢，谢谢。各位同学，下课休困啊，我靠，餐厅有点心也当用，谢谢。各位同学，下课休息，然后外面餐厅有点心可以用，谢谢。